啊，老婆呢？你找工作啊？她在我这找工作。
那边离我不近，差不多二三十分钟吧，看那个看那个交通怎么样。我比较塞车，就35分。你在哪里啊？就是天津，就是一个往东嘛，在往东的，应该不远吧？就车子在往东，差不多15分左右。但是就是，可是那你离摩登。